搁差真远，吼，搁差真远。因为咱修炼法道、修炼出一智，较互咱知影生死的轮廓、灵性出入的所在有几啊样。吼，那对应了着咱啊，以这个根源为何要修炼法道呢？当然，所了解也会使讲是真少。所以讲呢，咱若无了解修道伊的宗旨甲意义，有当时啊呢，吼，讲食菜亲像伫咧无操心，无法度人真正呢去甲伊体会。啊，咱必定爱借着学习啊，慢慢来了解。圣者伊住在经典上，伊真正意义伫啥物所在？咱才会当借着学习，吼，爱当慢慢来了解体会，吼。安尼呢，但印证了着咱今日去修炼法道啊，伊的需要性。吼、哦，那当然讲到修行，伊是讲起来修行不过是要了脱生死。吼、哦，修行毋是为了发道心，吼、哦，即咱一定爱去了解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即天啊，或是啊，叫咱立法组长。去破处吼，去找妹妹吼，啊，当然妹妹咧对了着这个啊，这个因缘做好啦，哦，修炼达到咧，嘛会使讲是真正啊，有迄、那个啊学习哦，啊，佫有了解，所以讲咧，伊嘛真肯定啦吼，讲咱人会当无修炼，佮以前咧讲一句话啊，感觉。感觉做人比较无修行，好，所以这是正确的。好，因为第一，咱要去了解，为什么咱要拜诸天神像、诸佛菩萨？好，那诸天神像、诸佛菩萨，第一，伊修道以前，伊就是人嘛。好，那么人为什么要去修行？我们现在要了解，咱要了解。啊，无咱有当遐咧拜，变成也好对拜，咱毋知影吼，伊、哦、为何伊会成就？啊，为什么伊会成就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去家了解生命伊的啊，即、這个要表核心是伫对一点。因为咱拢知影，生物呢，人讲食无灵活，但是灵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唯有要了脱了生死。是一定爱修行学道，无修行学道咧，当然较，佫是讲咱已经有找到生死的门路，但你若要照去修行学道，人讲顺功不利，要安怎建功立业，更加佫较无可能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就爱照去修行学道，啊，当中咧，啊，慢慢来了解体会，对应袂使变啊，哦，修持。对应了着外行，变哪会当哦来行了着这个外在哦，这拢总是咱修道人的这个功德。但是咱人会当无修行，唔过有一句话甲伊讲：望着因成佛，望不着因较修行啊。哦，那么为什么有这句话？哦，为什么有这句话？当然呢，望着因，因为伊了解了着。咱生命的元素，吼、哦，咱了解了着，咱啊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啊，伊是不生不灭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所去下功夫咧，当然就会有无同款的所在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即句话甲咱讲，啊，咱咧修炼，你嘛爱有法度通找着，啥物咧？生死的门户，会当找着了。哦，这个啊，得到的祖师大德，会当传授了着咱慧天地图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大家想，为什么弃天时爱修道？啊，好些拢想，想讲咱还未修道的时阵呢，拢感觉五法啊、四法来做事，应该明白啦。哦，安尼吼，你看当吼，那伊的千秋顶吼，安尼老人家，有阵时安尼吼，去挂香啦，安尼。哦，安尼幽静呐，哦，咱感觉讲吼，真的就是哦了不得了得。但是究竟弃天神来讲起来，伊也阁留落在这个哦，这个轮回生死。
所以讲，会去练神经到无非嘛，他一处。哦，过去呢，同我听来讲，去练神经到，因为这个是三者普渡神人鬼，哦，三朝普渡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去练神嘛，他有这个这个机会当得到的，但是因为这个比咱人得到的因缘都较少。各位姐妹，感谢安尼，感谢，是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咱既然神在爱求道啊，啊，咱人未当无求道，那当然咱求得到，当然嘛未当无修道。哦，啊，修行学道呢，唯有就是一定要健康入定。哦，安尼呢，你对这个所在来下功夫，相信咱都会当达到了的这个圆满。所以讲呢，伫修行学道，哦，应该是啊，愈来哦，了解愈多。修持愈好，做嘞会愈济，正常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若无一天一天安尼过吼，有阵时啊，时间咧过够有紧，够有，足紧嘞吼，真紧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唔通空度用神啦。时间咧过足紧，咱若讲依照咱正常讲吼，讲哦啊，一天过一天，啊，若要当着人生的无常嘞，迄个足歹。做歹暗算安尼吼，啊，最近咱伫报章杂志看着，哦，安迪几岁？57岁，啊，伊个名声够有好，嗯，啊，连艺人也名声够有好，哇，咱个名声阁比伊较歹，人拢捌安迪，咱也毋捌咱个，哦，啊，去咱啊，使用公司汽车个董事长，哦，连。严太太，哦，啊，佮最近讲一个严嘴，伊嘛是50几岁，较少年哦。那当然，伫伊因世间内底个地位、名望有好足好。严太太讲，呾存4000几亿尔。哦，拢好。嗯。呾存4000几亿尔。哦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其实讲起。哦，咱无非呢，嘛是爱家己做一个心思啦。哦，心不带来，事不带去。那唯有就是讲，咱要安怎会当？哦，啊，伫世间来游乐生命的地带，啊，伫咱世间呢，就袂空走一回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伫修道呢，咱一定爱真正呢，落实伫内修甲外学。咱个内心到外，不过呢，其实是拢为着家己尔。咱咧做，敢是咧做前辈者个，敢是，不是啦。前辈者若唔做，伊嘛袂成道。哦，咱若安尼拼到安尼，咱搁拼到要死去吼，安尼啊，前辈者伊若无尽到伊个责任去做，其实伊嘛袂成道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个人修，个人个，个人生死各重要。无论咱安怎做，安怎拍拼。哦，安那往往拢是咱家己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退休这条路咧，咱一定爱，哦，爱非常的精进，哦，啊，搁爱快马加鞭，哦，啊，无时间咧，咧过咧，会使讲是真紧，哦。那当然咧，咱今日去，哦，大家做伙来学习的，就是定慧品第四，哦，啊，伫这个141页吼。141页，我也算个第三章，啊，好些呢，啊，改做可以有变哈，而且呢，显地色，显地色嘛，显地色嘛，哈，嗯，而且嘛，哦，好些样啦，咱刚才讲，好些样个啦，哈，因为有好些咧读个音，有可能嘛不准啦，那伊汉音啦。哦，啊，咱大家人看有，哦，啊，安尼了解就好啦，哦。现地是悠人，告知，哦，啊，探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从此地功，未人不归，便即成仙。如寸者众，如是相告，故以在此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咱修行来讲个。当然，咱个功夫当然爱用对，有哪爱用唔对啦？咱若用唔对，到最后你袂当连心变性，
啊，同款，佫对应了有这个信息，哦。啊，当然呢，伫这句话来讲起呢，无非就是讲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伫修行学道，要定着为人，为着处境，哦，啊，伊就想讲，啊，来到一个禅定，哦，人讲呢，化心观心，无非伫当下想要当得到，哦，心灵这个。哦，一件啥，一件清净。那当然，有个人伊会感觉讲，哦，去对吼，学坐禅，坐到灵魂出窍。哦，感觉讲呢，那像这嘛，那真正咧修行，因为看会到嘛，哦，感受会到嘛，哦，啊，修到咧，安尼灵魂出窍去。哦，但是伊到去家了解。在你坐到灵魂出窍的当中，甲你了解生死有关系无？哦，这份爱，这份爱了解哦，哦，咱爱了解，咱茫欢喜，讲哦讲哦，我坐到灵魂出窍，真正有影，你坐到灵魂出窍吼，真的也不简单呐。哦，啊，唔过咧，你灵魂会出窍，但是你敢有心修？你敢有？你敢有度化兄弟姊妹？啊？哦，你尊者讲，你灵魂的出窍，未来的成就，只不过就是啥物，嘛是阿罗汉，因为你是独善其身嘛，哦，啊独善其身无叫上天啊，你无救大兄弟姊妹，无非就是自了汉嘛，为了家己命嘛，哦，啊若安尼时阵，你安奈当了解生死的，所以讲呢，重在啥物，就是咱一定爱。度化兄弟姊妹，那因为或许伫这个清迈泰国，啊，因为泰国是佛教国家啦，哦，因对佛法的虔诚，或许拢还佫对应袂着，真正对应袂着，因对佛的迄种的虔诚呢，伊种的雕拜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虔诚，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啊，或许嘛，跟用这种的放个烟瘾啦，哦。因为咱今日咱礼佛念佛，那一当爱去学佛，各位前辈，安尼感觉，够需要。哦，伫咱礼佛念佛的内底，咱来当去学佛，去度化众生。安尼嘞，那是咱实际得的。伊个会当记忆入定，记得家己。啊，若无你是入己，入己成己名嘛。哦，啊，咱来当去学佛，倒出来度化兄弟姊妹，会当真正来修行学道，可以未来自性会当了解到这个生死。那安尼，伫咱修行这条路，应该更加去较圆满，哦，更加去较圆满。那当然呢，啊，伫修行来讲，也较有好修。敢有咱嘛真修足好，哦，啊，但是无好修，但是无好修呢，咱嘛是爱修，哦，咱嘛是爱修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伫这所在，咱修行，哦，的功夫呢，咱对着法门依住我，哦，咱一定同款呢，一定爱心性同家己，哦，咱袂当无心性。哦、如果呢，你以看心观心来讲起，伫你禅定的时阵，你有法度通静；但是你离开着这个所在出去了后，你有法度通静无？哦，这得来看咱，该好是该不好啦。那安尼呢，咱的禅定也有够，吼、哦，够有够标准。嗯、啊，若无真正的禅呢，其实不是比较济。哦，其实是伫行住坐卧呢，咱拢有法度通欣赏。那安尼呢，讲起来，哦，安尼更加去较圆满。那当然，而且呢，就是讲，达做伊咧讲的，哦，有人教者，哦，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常住地空。哦，就是讲眼观心，哦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哦，那伫这所在呢，在咧观迄个境。观迄个整体，哦，观这个整体，那么呢，不动不起，也就是讲吼，咱无
哦，但因为你禅定嘛，哦，禅定就是安那呢，就是咱无有颠倒，哦，那么呢，无需要伫这个起点，啊，伫这个所在照着啊，这个啊，看心观境的当下来的，哦，来这里要伫这个禅定。那当然，伫这个所在来讲起来呢，哦，也就是咧讲，咱今日去菩提自性本自清净，本来伊就是一个清净的。那么为什么佫有看心观境？看就是有，无就唔免讲看。既然你要清净啊，佫互你加一个有，那安尼咧，你才有法度达到了着看心观境。哦、所以讲呢，啊，伫咱下底只甲人讲吼，即乌诶嘛乌诶义吼，心本不有，何心可看？哦，咱诶静心敢看会着？咱诶静心看会着？哦，咱诶良心本性看不到，唯有当下哦，你不殊胜不殊恶诶当下，迄、那个才是真正诶心。如果呢，你去三性了解一个看。看，哦，你变哪看？看，我为着要教你一个静坐，我传递予你的，本来就无，你搁加生一个有，本来你就要静，那么呢，你搁生一个就爱安怎坐？那安尼是不是，哦，更加好清净？所以讲呢，观不清净，观即不净嘛。你有一个观，就是讲，啊，伊本来就清净啊，哦。你去教我爱安怎做，用一个方法安怎去看这个情的体，那安尼是不是有关之因？就是妄想加好，啊、哦，妄想加好。所以讲呢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咧讲，哦，咱也是讲交代因啊，哦，啊，就讲啊，某某人你去买卵，哦，去买卵啊，爱盘好哦，唔通盘倒哦。啊，大道吼，即两个崇拜，你无甲交代明白，甲交代了后，无定着伊，慢慢咧交代，我比即两个盘好咧，哦，啊盘无好吼，去互大道即两个盘，你无甲交代人，伊安尼盘咧，安尼，哦安尼自由自在吼，安尼盘咧当然咧，你即摆无交代明白，交代咧了后，伊就说，哦，啊慢慢咧交代吼，我无盘好。要较细腻、较小心一个，哦，啊，袂人跋倒这两个跋，煞无交代、无交代，啊，有交代煞颠倒，因为烧过了金身，因为伊注视伫迄个卵啊，啊，无定着都无咧看啦，无咧注意啦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哦，结果跋倒，煞这两个跋，伊无生迄个心，你搁叫伊生一个心，你着要互伊静个，你甲讲你着爱安怎静？那安尼是毋是搁加一个安怎静？感情呢？哦，因为我会当安怎静啊，但是你为着要互我静，你搁教我安怎静？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妄想加好，哦，伫这个妄想加好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哦，咱一定爱会当去甲了解哦，不动不静是压制。哦，话呢，啊，过几天过节就安尼吼。伊讲个，咱个无念，特别修行袂当有念，啊，所以啥物代志拢唔敢想，安尼讲对，安尼讲对，对啦吼，安尼叫做空想，哦，安尼叫做空想，一个空见呐，啊，空见呢，嘛就是，哦，嘛就是一个外道，因为安尼唔正常，因为人本来呢，唔是像石头，唔是亲像茶几。咱人是有思绪的，那有讲为着静，啊，我一定爱注重我家己，因为你想本来是自然的嘛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讲我咧修行，我袂当想，我拢忍掉，我拢控制，我袂使学袂想，那安尼变成是落伫迄个空想，落伊了着这个妄空，那安尼敢搁有？那安尼就是落伫空想甲妄空嘛。感谢呢，哦，虽然是无，但是唔管你为着要达到安尼，结果呢，你压制自己，唔是顺除了着你自性所引导的压制，
虽然伫当下你无想其他，毋过即种诶是你强制压制自己讲，我袂使学着烧，因为我伫修行学道，哦，我袂当妄念着对啦，哦，安尼咧，对于修行来讲个，那个是错误，哦，那个是错误的，所以讲个咧，咱对了解不当不起呢，是一种诶压制，哦，啊，咱即种诶咧嘛无。特别咱进修时间的人呢，来讲起来，你去来，哦，因为这是真相，哦，啊，唯有就是说来去互伊白条的，你许白条的，哦，拢叫你哦无念，啊，你无念甲无解了后，本来你作自然，作变化，哦，那么呢，哦，安尼一工过一工，但是你今日为着修呢，哦，何况呢，你讲哦，听伊讲呢。啊，当然，敢若讲去面对一间寺院啦吼，因为砖卡都较济，爱食饱就讲一日上济，一日讲爱念几届，爱念五万届。啊，念五万届，敢有时间通做工过？无啦。啊，当然，安尼就得适合无做工过的老人家啦。啊，不免要念五万届，哦。那么呢，安尼起来了后呢，我听你师父咧讲，哦，因为身体也无好啦，哦，啊，唔即马吼，都要出门的时，就甲发一寡点心，发一寡吼半果糖，互伊安尼淡上一下，较袂烧焦吼。煞为着咧上五万界上甲地嘛，唔知人饮啦，哦，啊点心嘛唔甘人食啦，安尼咱咧甲上。够有正常，哦，啊，你这是搁加予你一个负担嘛，哦，当然就是讲，你讲一定爱五万块，啊，你五万块一定爱念到到，结果你去安怎呢？你去剥夺你拥有的，你就讲啊，你还去干？哦，啊，你啉一下茶，不定就确定要食一个物件一下，啊，你为了执着要的，我一定爱上五万块，以荒废要的。应该爱去做的，啊，若像安尼来讲起来，哦，毕竟你要去学一个禅定，哦，互你的身体较好。啊，唔过呢，因为你的做法思绪错误，你去执着的五万个，那安尼呢，毕竟你就要执着啊，安尼够清净，安尼不清净嘛，你会紧张哦，因为安尼讲得都较紧的吼。我安尼吼，安尼若上千字吼，我无闲干记哩，自己念袂起啊。啊，安尼唯有就是安尼，你煞去吼上经甲你白了。其实对于修心性的法门，明心见性来讲个，这样是错误。哦，安尼就容易加一个负担嘛。其实咱今仔日想要去禅定，就是讲哦，我感觉我真足烦，足烦。哦，啊，我来三宝修持。哦，啊，我来静一下，哦，借个三宝修持来静一下，是要让你静心，唔是要加予你一个压力，讲你一定爱去念佛来解，刷着白条的，你的心才会紧张，敢会？嗯，我早起来看看咧吼，通来上经吼，安尼变成到时吼，会做啊五万来念袂到咧，念袂到咧，嗯，所以你要牵制了咧，你的心煞无断开去，哦，无断静的。因为你煞咧担心嘛，担心啥？担心我无完待了。啊，那安尼你今仔日上这个经的意义伫倒？佛教爱你一定爱念无完待，敢有？敢有？佛教会希望讲，这众生弟子啊，一定爱念上经，敢有？没有。哦，当然啦，你若讲话我时间较会使，哦，啊，当然啦，吼，啊，都来上一部经。上界无歹，讲上好做听啦吼，啊，我家己来当清净，当然嘛是会当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嘛是会当，但是你唔通因为安尼去执着伫迄个数字，你会白条的。那安尼本来要得到清净自在，却因为有所执着伫这个所在，却失去你上经的意义。哦、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变成就错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这啊，家里讲的，不会就是要咱明心见性，
任性，菩提自性本质清净，哦，清净。但是呢，因为咱的啊，的这个禅定清净的方法错误，煞造成咱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，自性。心有负担，自性才会清净，敢会？嗯，不会哦。哦，因为心有执着，你的灵性不会清楚。哦，你的身、你的心呢，无法当自在。哦，得一切。哦，你自在是得一切。哦，啊，你得无法当达到人心见性。所以各位后边这个文来讲，念得下见性，哦，顿得完成，这个实际业障的无碍，无碍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啊，六祖观顶在讲的，伫六祖拜五祖的当下，是毋是伊也着了解六祖有见性啊？有无？嗯，头仔遐嘛吼，伫行优品，着已经知影六祖有见性。请问，六祖是安怎成就的？伊够有智慧，够有禅定，有课见性，没有。伊观经内底，伊无教你坐禅。当然，伊毋是讲坐禅唔对嘛，毋是讲上经唔对，但是伊无教。那么伫无教内底，伫即句话，甲咱讲念得下见性。伫当下内底，你已经了解了得自性，一种圆果土光浊土，菩提本住清净的当下，你已经契入，吼、哦，清净的本体啊。修行是要看到你，就是要让你达到清净的本体。你都不经过任何的法门，是当下，你才甲咱讲的吼，得下见性，那有法门。法门是要协助咱，哦，去除本来无、恢复本来无的一种清净啦，哦，清净啦。所以讲呢，你饭也食饱了，你干嘛要食？那讲佫较好食，嗯，哦，食饱唔免佫食，哦，食饱唔免佫食。所以讲，你这个所在，你已经进入到你的本体，当然你了解，哦，它是圆陀陀光陀陀，它是已经达到圆满的。那安尼呢？为什么你来个照着啊？这个上经内部，虽然讲都不用心嘛，吼、哦。那么淡薄污染，啊！你已经就是这个污染已经无去，已经所谓的明心见性，觉悟了的这个本体啊，恢复到的这种圆陀陀光浊浊啊，哪里你爱去用什么法门呢？就不要了。哦，啊，当然这个法门来讲起呢，其实讲嘛就是应兄弟姊妹的需要，到三成了的这个法门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哦，咱一定爱去，哦，了解。那当然呢，伫研究上下，哦，伫研究上下功夫，无有心相应，那修学啊，无从心念做观照的功夫，那就是失失啊，这个啊，珠宝，哦，空谈，没有。所以说言言就是文嘛，哦，言就是文，言就是文。那么咱大家共同来探讨研究，去照着我研究，照着言语，哦，那么的文字了解着了后，我要安怎来修行这条路？所以讲呢，啊，这个文文言在道，文非道。哦，伊这个言文义只是讲要安怎引导咱，哦，你像讲咱今日哩，哦，啊，做起来学习啦，还是咱私底下啦，哦，咱有去研究，无非是要照着伊来指引咱安怎去做，哦，要安怎去做，唔是伫这个言上内底文义内底咧下功夫，是乎你了解，你要怎修行，啊，要怎修行？就是要重新开始。为什么要从心开始？为什么咱修道讲要调调心？
调色。你下面要调亮，因为心高意慢，哦，心高意慢，哦，一天哦，一天安尼甲暗哦，佮醒起了后哦，就伫咧想，敢是敢有灯，思绪敢会灯，哦，看咧困的辛苦，人家佮你做伙伴的哦，好，咧困莫甲算，我来天光了后哦，我醒起了后，迄、那个思绪不断，迄、那个心念不断就对了，无论好个甲歹。哦，啊，回转做好个，定较想，你敢会感觉爽快？哦，啊，我着我嘛唔爱想啦，但是着唔知要安怎，你控制袂了哦，啊，一直咧想，一直咧想哦，哦，啊，若歹吼，两摆佫较严重，因为歹个烦恼嘛、情嘛，哦，啊，迄种就较无好。啊，但是呢，咱今日去心灵学堂，无非着是要调调调调啥心，因为心心到意嘛。你无法当甲生意会调啦，哦，啊，咱研究了着道理，就是要调了了了了这个心，哎、欸，我会当唔甲心，哦，啊，我要甲调回人过，也就是讲比一个呢，有当时啊，咱人吼烦恼足济啊，哦，迄落无啥物事烦恼，唔免烦恼个，啊嘛拢在烦恼，啊，若去该烦恼个，也去较烦恼，所以吼、哦。自然的足艰苦，啊！啊，但是呢，咱烦恼搁未解决代志，煞会负能量产生负能量个尔，搁未解决，未解决呢，咱搁真个敢是安尼？敢是安尼？嗯。哦，相信咱有碰到代志，毋是已经解决了，无咧甲想个，是有当时啊无法通解决，准拄好去个，到尾个咱离一去，嘛是会啦。啊！你袂记得好，你敢较紧到袂记？你敢会想到安尼有滴无通哦？哦，啊，用时间来甲淡化去。哦，迄个伤心艰苦偌久个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其实咱今日感受了着这个道理，要看伫个当下内底，当你见闻甲你个当中接到触景个时阵，你有法当调了你个心。哦，所以讲有当时啊，感受到你伫心灵个人。伊有法度调理这个心，伊的烦恼会减少，伊看较会开放，较会合。咱修行若修到看袂开放袂合，啊，佫愈严重哦，啊，安尼就唔对哦。哦，当然你感受到你唔敢讲当下，哦，就拢叫有法度放下。但是借着道理，考验咱人的心灵，了了分明，当下。去接到、看到、听到的当下，我有法当当下了了分明，但不起疑念，还是讲起迄个念，哦，比前界佫较少，啊，佫较紧，就无去的。那安尼心灵进步，安尼咱人啊，心情啊较清，佮有较快乐，敢有？敢有？有。有呾。有。哦，啊，咱在学，就是要学安尼的，哦。就是要学安，所以唔单伫这个所在，哦，甲咱讲的，咱修行学道，唔是伫言语，哦，唔是伫只讲哦，啊，啥物人讲了做好，啥物人讲了做歹，哦，啥物人的文章较好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借着言语了解着了后，教咱安怎去下功夫，哦，下功夫，哦，亲像咱啊傅建林吼，伊讲这个。即、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其实伫《金刚经》来讲咧，伊就是咧扫射，因为伊有讲，凡所有想皆是希望，伊就甲你讲，就是一种希望不实的物件嘛。你去家想较侪了嘛，你就是在扫射。哦，当然咧，咱今仔日修学道，讲到伊讲着心，就是要互咱会当真正调了了回心。那么呢，直接甲咱讲，咱嘛对，那么对心念，哦，去甲伊关照，因为咱要交心相应，要看咱真是啥物心。你若要透过着关照，哦，去了解咱真是存啥物心，是好的心、歹的心、烦恼的心、痛苦的心，哦，有种种啊无好的心，你关照了后，照。就是照样把它
吼、哦，甲伊照，甲伊照出来，吼、哦，甲伊照亮出来，咱的内心即嘛是到底存什么心？你存什么心？你得爱用什么功夫？你所以讲的，咱若要经过了的关照，啊，要哪关照？当然啦、啊，咱的关照就是爱以真理为依归啊，不是用咱的意识为依归啊。哦，所以咱追求真理，追求真理就是咱希望咱能照真理去做，不是用咱的色心哦，那么用咱众生的心，开众生的智慧，用众生的心意识心，所以讲咱众生的苦就是用咱。哦，啊，咱来讲观照，用真理观照了后，哦，了解到凸显了家己对的好甲坏。好的保持，吼、哦，歹的要安怎照着道理来关照？伫修行内底，修行我有拍拼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伫即摆吼，爱想咧推一个迄个开荒破佛祖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咧，伫即段时间咧，出去风亲咧吼，当然咧，比过去吼，也搁较密集了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迄一天吼。风亲三四夜，四五夜人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新娘人咧讲吼，最近吼、哦，哪有感觉吼、哦，咧收面啊？我想去想看咧，讲啊，过去大家拢硬硬好咧，对啦吼、哦，啊好，哦啊，最近哪有感觉咧收面，下啊较少几十单啊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其实人吼、哦，真正收面就是办事书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出去就是。度人救人嘛，功德力嘛，度化兄弟姊妹嘛，鼓励兄弟姊妹嘛，这就是咱毕生的志业。修行若要注重修，吼、哦，要注重推动道路，修哦，修己度人呢，该当作是咱的工课。其实讲起来。